次拍摄的非常愉快， MV 呢是跟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展示灵动的一种精神，非常有创意，里面呢也加入了很多舞蹈部分。我觉得飘柔提倡的世界在前灵动以对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处事态度，遇到困难呢不畏向前，灵动的去对待世界，相信自己，不断付出，一直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，就会越来越好。就像我这次拍摄的 MV 一样，用音乐和舞蹈的方式去展现追梦路上的困难，那么最后呢灵动化解，相信也会让大家眼前一亮。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不断坚持，灵动化解一切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其实我觉得飘柔有很多针对性的护发产品，就比如我这个手上的香氛洗发露，还有这个无硅油的洗发露。香氛洗发水它是有点淡淡的香味，另外一个无硅油的洗发水呢，它是可以长效控油，可以让头发特别的自然柔顺。那么最后呢，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成片吧。